女性的规律运动比例跟男性比起来还是有落差。关心女性健康，在我们国民运动中心有推出 Ladies Night 淑女之夜，体适能中心提供女性朋友们免费的时段，在每月第二、第四个周五的晚上，都可以来动一动，提升健康能量，让我们为您打造更性平友善的贴心服务，闪闪动人，一起健康美。